还甚是美颜，素颜。喂。Remember when we first met? You said light my cigarette. So I lied to my mom and dad. 还好吧，我涂了口红。But we couldn't go very far, 'cause you locked your keys in your car. 没事，就是身体不舒服，头发又油，没洗头。没洗头本来就是不想开摄像头。觉得不尊重你们，但是又怕你们就是昨天又没有见到我，太想我了，所以就说嗨，那也开吧，你们也不会嫌弃我的。就是嘴巴有点没血色了。涂点那个嘴巴。我开了科技没了还很淡啊。哎呀，我涂了个嘴巴，说没化妆，别人肯定要一进来看到我说，这还叫没化妆？你看，我给你们看我的眉毛，我如果不开这个科技眉是这样的。这才看着憔悴吧，我是刚开到这里，开到这个样子了。我已经开到这个样子了，兄弟。头上戴了个小电视的眼罩啊。还能更浓吗？看着是太淡了吗？能这样，这样行吗？这太浓了吧，就这样吧，淡淡的。这个眼罩看起来怪怪的，怎么怪了？不能拿，绝对不能把眼罩拿下来，绝对不能拿眼罩哈。眼罩是我的遮羞罩 ，because 我这头发油的不行，我有就是三天没洗头，四天了吧，绝不能拿，绝不能拿。这几天不舒服，都懒得洗头了，就是动都不想动。就会嗓子也不舒服啊，然后全身无力。周六洗的啦，是周六洗的不？哎，好像就周六洗的。对，到今天是星期几啊？星期三了。一二三，哎呀，是哦，四天啦，是不？而且这几天就是觉特别多，就是昏昏欲睡，一天感觉可以睡二十几个小时，一天感觉睡二十个小时。没有啊，确实是我来晚了呀，就是有点不舒服。就自从那天 cos， 然后也是，就感觉给我整的，然后我下了波头还是挺疼的。当时吃了头疼药，然后那个头疼药消了之后，头就好疼哦。身体好些吗？嗯，应该好吧。嗯，
清秀了不少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不化妆还清秀一些吗？睡觉一天一餐会瘦很多。我来加点那个吧，加点嘴巴吧，不然我嘴巴也没有气色。哎呦，这样啊。本来今天想玩游戏的，我看我如果可以唱歌的话，还是给你们先唱唱歌，待会儿玩游戏。你感冒一周瘦了十斤啊？不化妆显年轻啊？那不会以后你们就觉得我不化妆挺好吧？哎，我这个怎么还在？不要唱了，真的吗？哎呀，可能那天就是那个舰长日，那天我也一直本来就嗓子可疼了，我就一直唱，因为舰长日我总不能去玩游戏吧，而且我要不间断的抽奖，所以就是憋着在那里唱。贞子游戏是什么？哎呦，还是唱两首吧，唱两首吧。玩游戏啊？玩什么游戏呢？玩什么游戏呢？叶叶儿叫战春生的为你加冕。为什么我头上没有加冕？我给自己加个冕。我记得好像这个为你加冕，如果是手机播的话，它就会有。看全身。哎呀，我这个素颜走远了，很丑。小火车还没有通关。不能远，而且远了没灯光。我今天没有打灯。But since you came along, I'm thinking, baby, you are bringing out a different kind of me. There's no safety net that's underneath. I'm free.假的，你们是在逗我不？就你们在逗我开心。这真是素颜呀，我戴了隐形眼镜，这个我承认哈，但是妆我是真的没化，脸上啥都没涂。哎，这个是科技美，不要在意哈。就脸上的话，你们主要看脸和眼睛嘛，没有，真没有。这个半永久不是半永久眉毛，我可以给你关掉，这加的科技，我眉毛早就洗掉了，没有半永久，而且我这个眼线也早就掉了好吗，这个根本就没有，就只有一点点阴影。那
那我眉毛去掉很吓人哦。你看是这样的哦。那这现在没有了。还是加上吧，换个眉形也行。看一下这个眉形，这个是叫柳叶眉，这是欧式挑眉，这是剑眉，这个是一字眉。哦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哎呦，华人哦。还是这个啊，还是这个韩式平眉好像好点儿。柳叶眉好看，真的吗？这个呀，我觉得不好看，我觉得这个好看一点，这个自然。看镜头干什么？有点太那个了哦，嗯，拉远一点，还是拉远一点。今天没有什么光亮哈，没有，我没打光，今天没有打光。这样不动可以开晚上，真的吗？推荐什么 ？Steam 的茶杯头，我找一下好吧。茶杯头儿。首先呢，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对不？我当然希望把能把那个小火车给通关了。但那个茶杯头，我先看看能不能下载。头上是眼罩吗？你猜。是啊。没看出来是小电视吗？没看出来是小电视吧？新出的啊，单人的双人成型，我双人成型还没玩完呢。我看看啊，找一下叫什么？麻布仔，麻布仔英文怎么打呀？我打麻布仔，他是不是打不出来啊？麻布仔。哎，有这么贵啊？379块钱啊？379，这也太贵了吧？怎么那么贵？茶杯头，茶杯头麻布仔，怎么这两个名 ID 这么像啊？没毛，我再看一下，我看一下他的预览什么的。麻布仔好不好玩吗？看一下别人的，哎呦，中文。冒险，你们觉得我会玩这种游戏吗？就是我玩这种游戏会玩下去吗？你们知道我只喜欢玩那种，就是哪种就是游戏才能玩得下去哈？119东方居 Migration 怎么看不了预览呢？免费玩玩看看也可以，我们来找个免费的吧。
但是我这 Steam 加速了，为什么还是打不开嘞？哎，我在这看我素颜，我怎么发现好像是比化妆还好看一些啊？是我的错觉吗？就是素颜，然后戴个隐形眼镜好，好像怎么回事啊？然后把我的整个脸这样露出来，怎么那么好看？哎呀，不行，笑起来就不好看了，不能笑。一笑起来就感觉好憔悴，然后那个皱纹就出来了。哈哈哈哈，我就这样笑。这样就会就是让皱纹减少，因为我一笑就啊，你看这就是五官一挤压就不那么好看，不行哈。如果我是化了妆，我就笑起来好看；如果不化妆，我就是没表情好看。我发现了，老是韩式妆，行，下次给你搞个欧美妆给你看看吧。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化欧美妆，那你是接受不了的，很飒、很欲的那种的，因为妆容它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样子。我为什么化，就是化一些就是那种。就是可可爱爱的萌的那种妆啊，就是那种，因为你们就已经适应了我这种妆啊。欧美妆都是那种眼线那样就往上扬，然后就看着很酷很飒的那种，然后就你们可能接受不了，但是可以去尝试哈，不同的，又不是说就刻在脸上，刻死欧美角色可以。也是哦，你呀，啥意思？你们怎么知道我要 cos 欧美角色的吗？ cos 黑寡妇啊、猫女那种是吧？哼，来个那种大红唇、烟熏妆、紧身衣、黑皮带、皮鞭，哼，对大飞哥是吧？哎，说实话，没有 cos 过这么酷的那种角色哈，就是 cos 那种超级英雄的。或者蜘蛛侠呀、钢铁侠女版也还是不错的，想想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或者板蓝根猫女也挺好的。我反正我衣服买了的，我买了衣服，但是呢 cos 啥还不知道，可不可可不可也不知道。哎呦，我要活。刚刚你们说的叫什么麻布袋啊？我看了一个小游戏，是那个做炒花甲的游戏，我还挺喜欢玩那种，就是那种厨房类的哦。就我喜欢做，就是那种就是在网上虚拟做菜，我就感觉就做出来就还挺好玩的。我在那儿刷短视频，它就又有个这种就类似羊了个羊的那种小程序，然后它就是那样做花甲，就是说要加辣的花甲，淡口味淡一点的花甲，然后做给各种客人，然后你赚钱，然后就是存钱，比如说一份卖16块钱，你赚3块钱。哎，我喜欢过家家，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吧。我很喜欢，我之前就喜欢玩那种模拟人生啊，然后就建城市啊，有自己的花园、自己的家呀，我就好喜欢那种啊，就是过家家吧。什么文胸戴头上？我这是眼罩啊！麻布袋打收不到了。哭泼泼哦啊的，我搜一下啊，这个叫什么？嗯，茶杯头不会就是这个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这个吗？我咋感觉是呢？但怎么这个画风这么的漫画啊？这是啥背头？这怎么感觉像一个动画片呢？感觉就是像以前看过的一个那种动画片的画风啊，是不？哎，这个画风有点像不像看我们那个小时候的那种动画片的《猫和老鼠》那种画风啊？感觉还蛮有趣的哦。这个没意思，就是迪士尼，对对对，有点像迪士尼。没化妆，素颜。
这个超级难，多少钱？68，能不能免费玩啊？我现在只想玩免费游戏，不想花一分钱，比较节俭。啊，没化妆好看一点，真的呀？哎，我刚刚一看我自己眼儿，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正面是最好看的，正面。好，那我以后都不化妆了。开玩笑的，妆还是要化。买了也玩不了几次，主要他没有视频讲解。我想，哎呦，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吧，我们看看。你给我讲解一下。哎，这个画风挺可爱的，就是猫和老鼠的画风，大力水手的画风。怎么 out now？ 这个怎么读啊？查呗 ，cooped。哎，这你这是介绍了个啥哦？怎么念呢 ？cooped。谢东方猪，谢丑的提第二头，哭出出配 carpet， 哦 carpet， 哦 carpet， 这啊哈哈哈 carpet carpet， 嗯好，我真的是醉了，他怎么不，他怎么把这个 carpet 只连起来了呢？那我怎么知道是两个单词啊？事情咖啡，哎，感觉很好玩的样子。哎，这是洋葱。哎，这个像不像超级玛丽之类的？缩小复杂了。RIP 是个啥意思 ？RIP 怎么这么熟悉啊 ？RIP 好像美式画风哈，对，大力水手那个样子。这个巨难，这个不难，这个到底难不难呢？每个人的技术不一样。这个是啥意思？是可以两个人玩吗？单人呢？哦，还分平和度。Cuphead 太难了，不建议玩。这个素颜这么牛逼，唉，都是科技与狠活，能不牛逼吗？一看就很难，我一看就很简单，好吧，这跟魂斗罗那种类似嘛，超级玛丽加魂斗罗的结合，这种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哈。从小玩游戏长，游戏世家出身，玩游戏长大的。这里真的没介绍什么。哎，怎么他歌曲在播放了？我再看看。游戏世家。三代传人，因为从小我就是在音响影像店长大的，因为我爸就开音响店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电视机，然后呢有那种小类似那种插卡的那种游戏机，我天天都在那玩，技术就是从那儿练起来的，所以像这种游戏其实真的挺简单的。买一个吧，我决定了，我要通关，我说通关就真的通关，不跟你逼逼赖赖的，哼，为自己购买。好，我要付款了。唉，扫一扫。哎呀，要扫一扫了。嗯，你们来，哼，怎么还没来呀？你们现在都不说我们来了，你们要说你们来了，互相推让，怎么还要这样子互相谦让的呢？
居然是互相谦让，倒是亮码，不是还没出来呀，亮了才给那个，没切屏。哎，我切屏那就是我好像是故意的，我不切屏呢又不能证明你们的心意哈，这个是一个两难，那能怎么办呢？那这个来怎么决定呢？这是一个绝世难题。379的你来啊，真的、啊、只给你们一秒钟时间。不要不要，别这样，别弄这样，弄得我不好。我是什么人？弄得我是个什么人呢、啊？啊，我是那种人吗？哎，他怎么不给我弹出来啊？他的码不给我弹出来，我想买买不了，什么你什么意思？快处理！啊，来了。不是还不来，是黑屏。他妈一直这个样子，啥意思啊？为什么啊？不是他为什么不让我弄，不让我下呢？什么意思呀？电脑都不让我玩了。上面写着服务错误，没有啊，哪里写着错误啊？那错误是怎么回事啊？不要错误，不要错误，求求。你看他不弹，他不弹呢，这可怎么办呢？啊，打不开，怎么打不开？我开加速器了呀，开着的。淡妆滤镜磨皮，磨皮确实是有的，但是我确实是没化妆哈。淡妆妆也是没有的，我就加了一个眉毛和嘴巴的颜色。单击此处也没有用，来，看谁先吧，这样比手速吧。已经露出来一秒了，这个没办法哈，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快的。我付不了嘞，啥意思？不会是真的有人这么快吧？他说，当前订单已在其他微信账户发起支付了，如需付款，请退出并重新发起。谁呀？谁呀？是谁？干嘛？干什么？哎呦呦！是谁？是谁？快点加我，我把钱转给你。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那种人。快点，把那个你们的那个，就是你打在弹幕上，把你的账户，待会儿就转过去。把我想的什么了呀？骗你们微信，你们的微信还需要骗吗？笑死我了。哎呀，早知道我买那个游戏了，买那个370级的呀，你给我这个才几十，这个是68。哎呀，是不啊 ，Allen 给的，真的 ，Allen 的就是我 ，Allen 给的就是我给，还不是要找我报销吗 ？Allen 给的不是我要给啊？哎，三分钟，很快很快。哎，我啥时候下了个这个艾维尔村啊？嗯，这是下了还是没下？我应该没下吧？
含泪，再下载来三分钟，还是三分钟，我们唱首歌吧。哦，这就是那个村庄狼人杀呀，我都不会。我上次说的狼人杀呀，他怎么还要让我更新？我都没下载，为什么让我更新啊？我下载了吗？我更新一下，看看现在。哦，他在更新，在下载了都。我先下那个，我下载了的呀。但是他说要更新。唱个歌儿，等下载完了，一听完又行。听过没有？三国恋，三角恋，三国恋。国恋，家军背叛苍凉占据流氓十二兵等待你光临，无情诉说云十七白驹向南远方放林，家乡在那美女远方，期待在身上，梦想在流浪，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等待两人归来那一刻，眼泪为你唱歌，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蓝色的雨下在我眼前，骄傲的泪不敢亲手我眼睛，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灰色的睡在我眼边，我早就该习惯没有你的夜，勇敢的面对，赤壁烽火连天战役，只挂掉我们七万个兄弟，长江水面写日记，愿你也能看见涟漪，家乡在那美丽远方，泪水陪着光，安静而悲伤，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等待两人归来那一刻，眼泪为你唱歌，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蓝色的雨下在眼前，骄傲的泪不敢亲手我眼睛，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灰色的梦睡在我身边，我早就该习惯没有你的夜，勇敢的面对，试着面对灰色的夜。骄傲的泪不敢亲手我眼睛，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灰色的梦睡在我身边，我早就该习惯没有你的夜，勇敢的面对，
眼镜还是不戴眼镜。眼镜一戴更可爱，真的假的？看着有点憔悴，哎，是的，身体有点不舒服，身体有点不舒服啊。怎么没有这个歌的伴奏了？阿里月，阿里月，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歌词儿，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盏灯。我感觉不太，我感觉不太好看。心中所属未到你，不管天深似海，今生再无遗憾。即使放开用念机，深深得你恻隐，吻哼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雨时间，我倾心只等你护栏是铁琴。数时间江山月老无情风也，如沧海命赠缘分。想要步步高进，走平就伴走。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里，吻灯烟花渐开。远只照我上次情难自禁，也半半觉得我孤身。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伴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盏灯。高频之伴奏，请上哔哩哔哩点1314点 com， 哔哩哔哩点 com 学一学1314。不化妆，不化妆，今天不舒服，不化妆。山中所送未到你，不管风尘，此生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说你，根根欲搏不起，终于再无被禁。若某天风花雪雨又来，我等你会放过后愿再追。数世间真生与路无尽唏嘘，如沧海一生换悲。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里，吻灯烟花渐开。如拥照作我曾痴情难自禁，若共安歌叹我孤身。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伴你醉。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盏灯。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盏灯。气死我了，一直在跟我吵着说，争着说。小镇粤语，为什么让我还是化点妆吧？咋了嘛？我这不化妆是有多丑？把最素的一面
展示给你们，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不？就看那个说还是化点妆吧。假的哟，我对啊，我就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好像我不化妆，好像好看，挺好看的啊，哈、哦。With that, it's T2Q the Sarah again, right now. Colorblind. This time we got serious situation, and we try and do our part of help. But we need your help. I need your help.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o come on.Yellow with the butterfly. Let's go talk to Rap. Love is colorblind. I remember when I was a child and couldn't understand people having fun. Discrimination on a different world. Mama just used to say, when you grow up, you maybe find a way to make if people seeEverything I do come back to me. 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They're the single ones to blame. Just play the game, la la la.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white or yellow, if you're brown or red. Let's get tired of that. Love is colorblind. You're my brother, you're my friendIn the very end, let's get on to rap. Love is colorblind. Young boy, look who to go in the play. I saw the hood that I turned on the play. On the situations and wake them up right away. I wish I could fly away and never come back again. We need to serve ya, we need to sound red or hell for the love ya. Just can't see this stop. I don't understand. I mean we all.Say blum, man, 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Make us. I ain't got hoes in the top.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white or yellow, if you're brown or red. Let's get out to rap. Love is colorblind. You're my brother, you're my friendBrother, what if you ain't my sister? If you ain't my father, you couldn't ain't my father. You couldn't ain't my teacher. But if you're not friend, it's not nice to meet ya. Ain't my brother, you couldn't ain't my brother. What if you ain't my sister? If you ain't my father, I couldn't ain't my father. You couldn't ain't my teacher. But if you're not friend, it's not nice to meet ya. Take it out to the world. To every boy and every little girl, be the proud yourself.Cause you're as good as anybody else. Put away your prejudices. Open your mind and need to stick to these. Try to make this up. A better player without a richer cost. Yeah, time for some changes, y'all.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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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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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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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我好喜欢那个录音啊，但是我就是没有，好烦呢、啊。爸爸，哎呀，嗓子疼，气死我！不来了，爸爸，哎，
是不是有点这个 Rama brother Rama brother Rama brother Priest any battle 写默默素颜无敌 Rama brother Rama brother 我这是不是弄音啊你们看得见不？等一下，等我把这个好像再拉过来一点，不然你们看不见画面啦。能不能有一个中文 language English? No, no, no. Italian? No. Southern here? No. 广广党 No. 破卡丘 No. 巴托巴 No.阿拉说 ，No， 简体中文 ，OK，Z，、okay、返回，这个是怎么操控啊？看一下怎么操控。哎，这个画面好复古，好喜欢哦。键盘，然后 ZX 一号玩家，我是几号？我是一号吧。左移右移。上移下移跳跃是 Z 射击是 X 你帮我记一下啊、哦、然后 V 是强力是 Z 是跳射击是哎呦 Z 我想不想我能不能改啊我想改他不帮我改吗啊替换对替换哎，可以可以，射击，射击我想跳射击的话，我想一下，射击按 Z， 强力射击 X， 对，这样比较好。强力按 X， 对对对，切换武器 Tab， 切换武器，我觉得 Shift 可不，切换武器 Tab， 这个锁定是 C， 冲刺是 Shift，OK，、okay、好了，完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试一下啊，试一下怎么玩？选手，我要蓝色还是红色嘞？我们的应援色是红色，那就红色吧。我是一个 cup， 我是个 cup head， 血液逐渐出现。很久以前在，哎，他这个好像正好这个画面哦。哎，感觉这个画面好像这样，你们看得见不？一天，两兄弟游荡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尽管卡普公公再三叮嘱，他们来到了魔鬼的赌场。进去之后，茶杯头，还要过去一点，还要过去一点。OK， 哎，你们还没看完呢。哎，不管了。只要这个是恶魔，只要你们赢一次，我赌场里面的所有财物归你们。魔鬼用深沉的嗓音说：“但如果你们输了，你们的灵魂就归我，陛下如何呢？”啊，不行，魔鬼不是这个声音的。魔鬼用深沉的嗓音说道：“但是你们如果输了，你们的灵魂就得归我，你们陛下如何？”茶杯头被发财梦冲昏了头脑，毫不犹豫的点点头，抓过骰子就是一扔。天哪，茶杯头，别！马克杯人喊道，他感觉到了危险，但是已经太迟了。蛇爷，魔鬼得意地跺着地板笑道：“你们输了。”魔鬼阴影笼罩之下的两兄弟吓得瑟瑟发抖。好了，咱们来谈谈灵魂的事儿吧。两兄弟，哎，也许还有一个方法，魔鬼窃笑着说，并抽出一张羊皮纸。这张名单上都是欠我债没还的人，替我收集他们的灵魂，那样也许会饶过你们这两个小辈子。赶紧动身吧！魔鬼咆哮着，粗鲁地把两个兄弟踢出了赌场。你们必须在明天午夜之前把所有的灵魂给我收回来，否则你们的灵魂就归我了。茶杯头和马克杯人都被吓坏了，
然后呢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赌场。快，马克杯！茶杯头喘着气说，我们得去找水壶公公求助，他会知道我们该怎么办的。故事话说，你们两个小伙子闯祸了吧？我知道你们不想成为魔鬼的爪牙。哦，那个游戏的名字哈，这个游戏叫什么来着？茶杯头啊，这个游戏叫什么？就叫茶杯头，那叫 Cuphead 哈，是哈。但是如果你们拒绝的话，我不敢想象你们的命运。现在你们必须顺着他的意思来收集那些契约，另外你们得做好应付棘手情况的准备。 OK， 现在的朋友等于说我们是去要债吗？带一瓶药水，还给了我一瓶药水，给我带来魔法能力。 OK， 去书桌用那儿的魔法墨水瓶儿，还有魔法墨水瓶儿。给我一瓶魔法药水，你得做好战斗准备。哎，这是魔法药水吗？是不是魔法药水？给我一瓶魔法药水的灵感来自于茶杯头啊。我去哪儿了？教程蹲伏长按和蹲伏。长按什么蹲伏？我蹲伏了，啥意思？我长按下蹲伏。哦哦哦，跳跃，简单死嘞！哼，哎呦，下落下加空格键。哦，茶杯头还可以穿刺，射击 Z。长按可站在原地不动 ，C。好傻，我何必要站在原地不动？我什么都不按，它也是锁定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八项瞄准什么？哦，知道了。长按，然后按，几何瞄准？八项瞄准是什么意思 ？O 啊，零啊。这个怎么瞄准那里呢？八项瞄准是什么意思？八？没有啊。哦，我知道了，简单，我跳起来打不就行了吗？不是，你不再是那个人了，谢谢你的爱的宝宝。八个方向，按住 C， 然后按住 C， 站到这儿，按住 C。哦，有点难了，说实话。在空中按下跳，这么复杂吗？在空中按跳跃，然后抵消粉色物体。我空按了。哦，拍击，打一下，按两下跳跃，怎么？他为什么还要按我？什么？在合适的时机格挡幽魂，可以复活的伙伴儿？怎么复活哟？格挡？哦哦，踩他一下嘛！来看 ，biu biu， 哎 ，biu biu， 必须要撞到那个红色的球球，就是你看撞再撞，我们就复活他了。这个强力攻击，一次强力攻击需要消耗一张必杀剂量卡条。气功好，钱币收集钱币呢，可以购买商品。Z， 好了，解说结束，然后开始了。哎，茶壶爷爷，我现在教程完了，现在我要干嘛呢？
如果你要继续前进，就得先把所有的债务人搞定，赶紧动身吧。我怎么动身呢？我去哪儿动啊？哎呀，怎么又去教程了？啥意思？哎 ，Where does Nanya？ 我这是哪儿啊？哎，我有钱了，一下子，啊，给了我3块钱，是不是就这儿啊？感觉不像啊！我是个小茶杯，我能不能坐船？啊？哦，就是从那儿开始啊！晕哦，那再给我点钱。没钱？不行，再给我一点嘛！才3块钱，怎么够啊？把你推下去！商店，我们看看啊。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进入一个游戏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买东西。这是一只大猪头，追踪弹。哦，就枪啊？那我觉得先别买吧，全是枪，又没有那种让自己美美的东西，没有衣服，那算了。哎，下面有个饼干，我要来抢钱了。哎，怎么去啊？植物恐慌。我要从哪里开始冒险啊？我简单好不好？简单。我觉得如果是难度，这是谁？哦，我就要去打，把他们这收债呗，反正。还是哔哔哔哔哔啊！滚一排谁够？不是，我的龟派气功放不出来呢。嘿，我撞他也不行啊！啊！啥呀？不是，那要打什么？他的血条呢？哦，躲！哎，我躲！哎！不信吗？这还过不了？提提裤子啊，继续。我弄死你我！我冲刺他行不行？我冲刺他，我也掉血，凭什么呢？知道找到规律了，小样，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你是谁？哎，他知道我要怎么走。行，耶，你怎么还跟我反着走啊？啊！再试一次啊！不着急嘛，要有耐心嘛。嘿，他这个人。我要打多少他才会死呢？你去死吧你！哎，我觉得他要死了！哎呦！
死了，马上他就要死了。他怎么又没打？不想玩了。啥时候他才把钱还给我？我们去看看其他的。不行，我要再试一下。我觉得我已经找到差不多找到这个诀窍了。我才不卸载嘞！我是那种人吗？轻易的放弃啊！哎呀，不行，这个损失掉了一条生命啊！哎呀，他在那跟我玩套路。嘿，不好意思，没打到，傻子。首先第一次不要被他坐死。嘿，好，我过来了。我就知道你要往回走，我不会过去的。来呀，来呀，你打呀，傻呀，来呀，来，弄我呀！哎，我又在这站着不动就行，我发现，我就在这角落站着不动就行。哎呦，失误，那没有关系，打不到啊，完。闯关去，怎么闯关啊？对，我想闯关，我不想打 boss 啊。退出至标题画面。哎，怎么那个啊？怎么去闯关啊？我以为这是在闯关啊。按下可以下蹲，可是我下蹲了之后，红色按钮就是闯关啊。哦，晕死，他也不是，他也不告诉我这是闯关的意思。我在闯了，啊，闯关简单，嘿，风火轮儿，风火轮儿，风火轮儿，要坐上这个直升飞机，哎，有钱，有钱。有个粉红气球，有个蘑菇，踩，蘑菇十啦！哎，他怎么还会追我的？这是什么？嘿，我躲。哼，打蘑菇！坏蘑菇，你居然敢打我！弄死你！我要蹲下，怎么蹲呢？哦，这样蹲。啊！这有这个怎么办啊？糟了，我怕呀！哎呀，好吓人！啥情况啊？怎么那么快啊？我觉得我死得太快了。刚刚那个细节没有抓好。就是，哎，他们怎么还会爬过来的呢？怎么不跟那个超级玛丽里面那个蘑菇？那里面那些还是不就是有树枝的拦截，就是这种树桩桩，它是走不过来的。这几个坏人他们还能走过来，你看啊，他过来，他能过来，这个我就没办法了，哪能这样的呀？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啊，人家走过去了，他还走回来，这个就增加了难度，你知道不？切，我现在。学聪明了，蘑菇！哎呀，我踩死你！哎，怎么我踩他我还掉血啊？太不公平了吧！气死我了！这个没有简单困难那些选择吗？我想选简单的新手级别。
去死吧你！那我就走快点，我怕什么？我躲行不？打不过你我躲行不？怎么没事？嗯，没事，慢慢来。哎，我先把你打死。吃钱，吃钱。蘑菇，你去死啊！臭蘑菇，臭花花，臭，这是个啥？这是什么？这是臭蚊子，蚊子，臭食人花，滚！嘿嘿，哎，我过来，新的一关，这有食人花的，啊啊！糟了，好难呐！你别打我嘛，我们是一起的呀，你是蘑菇，能不能这样对我嘞？我的天，好难，好难，我要死球了！太难了，这个游戏太难了。但是虽然它可以无限发子弹，但是好难哦。龟派气功，嘿。没想到吧，我现在活着的活着的，三条命全在。他这里面没有生命吃吗？蘑菇先弄死。好，现在这把这里打死。 小蟑螂，小花花，滚，小东西，你个臭东西，你个臭东西，你个臭狗狗，臭猪，一点一点来，不要着急哈，先哎把你消灭。好，那个小药丸。哎，小蘑菇，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嘿，先把你弄死。好，往前走，没关系，一条命而已，区区一小一条命。哎呀，不要这个呀！哎，糟了，这怎么办？哎呀，有导弹！我不要这个钱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行吗？哎嘿嘿。太难了，真的太难了，这个真的太难了。Running again, run again。真的那个好难哦。为什么你们说简单啊？让我浪费钱。去死！我知道我有龟派气功。龟派气功在什么时候才来呢？小人儿，嘿嘿，蘑菇，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嘿，好样的！我这个小东东，嘿。哎呀，这里有点，真的有点难。哇，我过来一个，嘿，蘑菇，你真的太伤我的心了。你看那个蘑菇多奸诈，一直喷我。这里有食人花，向那个就向日葵，还有个蓝色的是什么东西？然后蘑菇，这四大魔王在弄我，跟踪弹，太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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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买，我不想买跟踪弹，我不知道什么是跟踪弹，我才刚开始玩，奸诈的蘑菇。诡计多端的蘑菇啊，诡计多端。哎呀，你们怎么这个一起来打我呀？你这样是不对的呀，这关又要输了。我冲，只有一条命了，我只有一条命了。
耳机没了，你看这个蘑菇多坏，打死你。哎，这是个橡皮糖是不？我只有一条命了。买个钱，买个东西吧，买个东西，去买个你们说的那个什么跟踪蛋，跟踪蛋，跟踪蛋，射程远，伤害较低，不需要瞄准。OK， 买了，嘿嘿。OK， 走吧，买了就怎么了呢？它直接就在我的背包里，我就直接可以用了吗？装备 Shift。豆子枪我没有啊，我现在装备的是什么呀？对，我要装备追踪器。等一下是什么意思？我那就装备这个就好了啊。试一下，试试。It's on。切换武器，这个好像说是什么追踪，他就哦，那就过了是吧？那不就很简单？哎，这个好，这个超级好，他自己帮我追踪哎，那就太简单了，太好过了嘛。蘑菇去世，哎，这还是容易，那怎么还是不行啊？蘑菇掉了我一条命，就是这个蘑菇的我的问题。臭蘑菇，臭蘑菇巨石，还想喷我，没门儿。导弹喷死你，臭花花。嘿嘿，哎，不是，我明明按了 shift 的，他不冲，喷我呀！给我手都打痛了，怎么就这么正好在空空啊？你去死吧你！老子不活了，来，有本事打我 shift， 我看看 shift OK。 耶，不是追踪弹吗？怎么回事？不是追踪弹吗？好蠢呐、我都对自己无语了。蹦飞，哎呦，我躲我躲我躲，行不行？我躲行不行？我过关了吗？什么 boss boss， 这是 boss。哎，这个好过的，因为我打 boss 是特别强的。
你看啊，就躲过这个导弹就行了。哼，哎，还不是 boss 啊？搞什么？这不是 boss 哎，那在这儿说什么呀？等一下，我直接冲过去好，我直接冲过去。等他上起来，马上冲，马上冲！好，我去，糟了，这个有点紧张了，这个有点紧张，马上冲！我的妈呀！蘑菇啊！我最后被蘑菇给爱死啦！我好不容易过到这儿来了。游戏节奏首先是的很快，我先切换个武器 ，shift 是冲，没事，有经验了哈，有经验了。我现在就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蘑菇它从地上钻出来的，最开始打不到它，你知道吗？就很坏蘑菇。我也蹲在地上打你，怎么样？嗯？就蹲在地上打你，我就蹲在地上打。哎，嘿嘿，不好意思啊，蘑菇。好，这一波非常的好，我一次没死，空格 shift 冲。蘑菇来打，来打死你臭蘑菇！好，就是你，我不把你打死啊！就刚刚那里，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就是这样。过来，哦 ，Bravo！ 那那那，是谁说用了什么几个小时才过第一关？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过了第一关了，1分46秒过的，拿下新的之路 C 加。这家很不错，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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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我上不去啊，怎么办？我怎么上去啊？嗯？啥意思？他不让我上去。我这里上不去，跳不上去，我按空没有空格没有用，他非要让我去喝杯咖啡吗？还是跟这个小鱼说话呀？啥意思呢？非进去屋子看看，木灵，灵木。我要去救他，啥意思？哎，我也打不到他，嗯？什么意思呢？我打了他没有用啊！我要救他，哦，我知道了。糟了糟了糟了！我说哦，我知道了，按住 C， 就是固定在那里，然后上下左右的那个什么。哎，打不到啊！哎，保护上面二段。
哦，把他格挡了，跳两下是吧？知道了知道了，试一下试一下，那就不用打呀。那简单那简单啊。再试一次。啊！完了，非要通过这一关才让我去通关闯关呗。你这个臭鬼魂，你还嘟着个嘴巴，你在这卖萌。再来，再来，早点跳啊！我是要踩在他头上吗？这个乱跳是碰到他就可以，还是要踩到他头上？不是要怎么弄呢？是要踩到他吗？还是？在地上跳是吧？哦，这样就行。哦，好了好了，知道了。懂了懂了懂懂。懂了懂了，就这样好了嘛。哎呦！吓死我！我身手可太敏捷了。身手敏捷的我。我还不能站到那个台台上去，他隔太近了，我必须要在地上跳。这啥时候才能清理完呢？他嘟着个嘴在那儿，你愤怒什么？你愤怒？你嘟着个嘴，不准嘟嘴，不准卖萌。嗯，完完。手不痛的，这是哔哩哔哩的键盘，我一定要在下面跳，我觉得我在下面跳会好一点。什么？我不敢砸了，太痛了，这个键盘。这个就真的砸得我好痛，每次，老子不要这个键盘了。为什么我在上面跳不行啊？为什么我在上面跳不行啊？键盘出了反甲，我都不敢砸键盘了。女朋友，嗯，真不知如何感谢你们两个的救命之恩呢。还要自我介绍了，
圣杯，哎，还是圣杯耶，能量圣杯，能量圣杯。寻找魔法被那些幽灵困住了，收下这份礼物。哇，他给我施法了，是啥？还有其他灵魔，我不想去了，我不想去，我不想去了，你让我闯关，我不想去。必杀技能，哦，太好了。必杀继续必须在菜单中装备 shift。 我有一个必杀技，看哈，能量光束从脑袋撒出来的超强攻击，那我就确认一下，仅攻击水平方向。 OK， 知道了，我现在可以过去了吧。他等于说送给了我一个必杀技，我还是过不去，我真的无语了。你都不让我过去，你有什么意思呢？我怎么闯关呢？我是不是要跟这条鱼说话呀？哎，对对对对对，是被我教训了。我知道了，你要给我钱是吗，小鱼儿？给我钱，我要30块，不要很多。那你也没给我钱啊，那你在这跟我说什么话？可是我过不去啊。过桥就是过桥了，这儿也过不去，知道吗？下面是商店，这里是一个菜园子。我又要去买东西啊？怎么过去了？我在想，绕不过去。打那个狼乎乎的家伙，哪里有个狼乎乎的家伙呀？狼呼呼，桥边上，这个不是打的，他是给我钱的，他就给了我3块钱。水壶公公不是这个，这是最开始的那个，刚那棵树，哦，这个啊，哦，那个啊。那肯定是简单呢、啊。现在我打的他，我行，我可以了。现在我绝对可以了啊！来来来，我就只需要躲，你知道吧？来呀！嘿嘿。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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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哎嘿嘿嘿嘿。哎，刚说按哪个键来着？我忘了。必杀技来着，我忘记了，必杀技我忘了。哎，必杀技是哪个来着？哦，要切换，完了完了，等一下，等一下，切换。怎么必杀技 X？ 真的是无语子哎。按不动 X， 不是 X，嗯，我只有一条命了，兄弟们，要能量 E， 没能量，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能量。这我一开始都死啊，我真的烦。你啥时候死？哎，他刚刚蹦不过来，怎么现在蹦得过来了？哇，我的必杀技用了，我真的是无语的要死。行，我这一次我知道怎么走了啊。哎，把我砸死，快砸死我，快砸死我，快砸，快砸我，求求求砸。我切换技能还没切换完呢，就砸我了。来，求砸，嘿，来呀，嘿，来呀，来呀，来呀，嘿，
杀戒。哎呦哎呦，我的必杀技怎么没什么用啊？好像是龟派气功那种。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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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还要干什么？完了完了完了，我要躲一下。救命！啊，不是不是，那这样我怎么可能活得了啊？这样怎么可能活得下去嘛？还变那么大一个，这个砸的空间就变大了。要跳。我要跳是吧？我可以踩他吗？不行，碰到他肯定要死。你说我这儿也能？我可以踩他是吗？哦，可以格挡啊。试一下啊！屁，这个乱扯，你在乱扯吧你！你在乱扯！怎么能乱说呀？不玩了，去死吧！粉色格挡，我跳两下就是格挡，我知道啊。红色格挡，怎么红色格挡啊？你有病吧？你刚刚不这样跳，怎么又这样跳了？你刚刚没有这样的，你就返回的。这样啊，那怎么变换他的行动轨迹了呢？这个不是设定好的吗？你看他这刚刚一直就是会走到边边就返回了的，不可能啊。那我就你看看吧，看他刚刚就在这儿的是吧？你知道不？你看我就站在这儿不动都可以。哎呦哎呦，又上当了。还有来了还有来了，我紧张有点紧张。我真的过不去，我真的过不去这一关，我可能真的过不去了。冲刺啊！行，我待会儿冲，待会儿。你看，我基本上每次站这个位置都是可以打把他打死的。我这龟派气功咋一点用没有？打死！我要冲刺了，我要冲刺了。我去你的！什么冲刺有个屁用，他拿拳头砸你啊。他拿拳头兄弟。蹲下。拳头的时候，哦，拳头蹲下就可以了是吧？行，我试试啊。我待会试一下。对，二阶段啊，拳头的时候要蹲下，行，然后其他就，哎呦，拳头蹲，哎，好，冲啊，
冲！哦，点错了。冲！冲的！哎呦，真是我每次把冲完成空格了。哎，我知道了，我真的知道了。我把空格改成冲，是我这个操作的问题，操作按键的问题，你知道吗？冲冲是哪一个？冲是冲刺。对，跳跃怎么是 EXC？ 跳跃，哦，那跳跃的话就是 Shift， 跳跃我看看啊。Z 是把这个冲跳跃 Control 行不行啊 ？Control 吧，跳跃 Control。哎，嗯，不对呀、啊，这是空格 ，OK， 切换武器，切换武器，嗯，哎，我待会儿不会又忘了吧？试一下，试一下，嘿嘿，这下再来试试啊！我改了一个按键，说不定我觉得应该简单一点。是跳，这个是冲。我觉得这里就需要冲就好了，不需要跳了。马上他就死了。第一回合是最好打。给我竖大拇指，马上给我竖大拇指。噔！好，来了，来呀！按键太多了，我根本手都反应不过来。
求你给我滚好不好啊、嗯、哪里有问号啊？你有病。要隔挡是吧？我按成空格了，我按成空格了。哎呀，把改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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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跳跃还是空格比较好？哎，冲刺，冲刺，那跳跃、空格、冲刺哪一个比较好呢？冲刺，我想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手怎么按比较方便。冲刺 ，Control， 好吧。Control， 我跳跃是空格，这样应该好一些。Control 好按 ，Control 好 ，Control 应该是好按的。再试一次。淤泥的轨迹，淤泥的轨迹，轨迹多端。给我老子滚蛋！妈哟，老子滚，冲死你！冲冲冲！我真的是，我这一关过不去了，这一关真的过不去了。连接不了手柄，请退款吗？我玩到两小时没有，他这个是不是玩到两小时之内还是多少小时啊就可以退款？能不能退款？我看一下，这游戏非常的失败，真的非常的失败，你对于新手都不友好，那谁想玩下去？快快快快快！退了退了退了，可手都按痛了，痛死了，就是那种手指有点僵硬了，因为一直就是处于那个阶段就是这样，然后就哎呦现在就有点不舒服。退一下退一下，怎么退不动啊？我看一下，那哪里退？客服吗？我才玩59分钟。两个小时内能退，都给我讲，可是我玩的不好啊。算了不退，算了算了算了，不退了不退了，反正关键是又不是我买的，如果退了也不是退到我的账户，算了不退了。这样一想说不定以后能玩过去呢，以后我的游戏技术进步了嘞，对吧？只不过这个鼠标、这个键盘我真的要换一个，要换一个键盘了。因为这个键盘我砸着手很痛，太痛了，我都不敢砸了。每次手一想下去，我还会有那种肌肉记忆，就是哎有点疼。
我都不能轻轻松松、非常愉快、非常自由放松的砸键盘，这让我很不爽。麻布仔大冒险，麻布仔大冒险太贵了，不想买。太贵了吧？我待会可以去看看，好吧？麻布仔大冒险，我们来看看吧。麻布仔，麻布仔。其实很简单，怎么这么低啊？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你这是在为难我。麻布仔，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更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这个游戏我感觉有点难，但是画风很可爱。对，换人了，换人了。你好，是冯提莫的妹妹，叫冯墨宝，墨宝。这个游戏我看见过的，很经典吧？看见过别人玩的，好像。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刚看到那个什么鬼月，什么雪月，
叫雪月啥来着？怎么不见了？刚刚不还在这儿吗？嘟嘟嘟嘟。哎呀，嗓子不舒服。这是啥？Pummer Party。这又是啥 ？Grounded。Grounded。这个又是啥？这个是啥？塔防类游戏。Bra Tato。雪月节是什么？我看看，这是在烤肠子烤眼睛，我看一下呗，看一下这个怎么玩呗。干我呢？这个画风我也喜欢呀。别吓我，小绵羊，塔罗牌，是一个战士。哎呀，这是一只小马，被蜘蛛王给……小羊要去救小马，是羊骑士吗？哎，我是羊啊，我就是没化妆啊，骗你什么呢？那我嘴巴总得涂点有，不然没血色呀。啊，这是一只马还是一只驴啊？我还是没懂这个怎么玩呢。喜羊羊与灰太狼呢？这是羊还是狼？我感觉像披着羊皮的狼，像不像？又像不像？就是像那个小灰灰，然后但是它又长了羊毛。这是羊超人。这个咋玩我都没有发现，好可爱哦。他发现原来我做了一场梦，啥意思啊？嗯，这个在直播看看怎么玩的。Follower awaits indoctrination。哎呀，英文看不懂，不晓得。看起来好像没那么简单，嗯，并没有那么简单。养成类的呀，那个应该不好玩吧？大多数不是还没出来吗？看来我们又要回归我们的云顶之一了吗 ？No， 哦，好吧，那就玩云顶吧。今天，要不我们把那个小火车给玩了，那个轨道连接怎么样？上次不是没通关吗？轨道连接，好吧，就快通关了，十七号出来呀，可以可以。小火车，你们一起帮我策谋划略。看得到吗？看嘛，8-5了，然后就是8-5 A， 就是只有这几关我就那个了。我就过关了，就差这几个了。嗯，看得见吗？上次反正走到这儿的26块，它有26块砖，这是啥意思？哦，26块。没认出来，那现在知道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很正常啊，我没化妆和化妆就是两个样子。
没认出来也正常。先一号，我看一下一号要怎么走。二号要去接一下这个小猫咪，那我觉得这样走行不？然后这里可以通向一号和三号，这里呢，这样，先把它们这样连起来。连起来了，这里不行，一号的话得这样，一号三号接到二号后面，一号呢，一号直走。对不对不对，这个完全错了，这个四号应该要那样做。哎呦，一点头绪都没有啊！这个，先让四号看一下怎么去接到那边。嗯，我觉得应该是就这样走，接到这个。好，接到这个呢，那还要怎么去到那个铁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太难了。想看原神，我好久没玩过原神了。对，这是个小游，这是小游戏吗？也不算小游戏，大游戏。指挥都指挥不了，那就是过不去咯。那我自己琢磨。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先从二着手，二先连到这里。OK， 那把这些先拆掉。连到这里了，这个东西开了，一号直接过去。然后他先往这边走，然后正好就接到这个了。OK， 正好接到这个。这个开了，然后一号，知道了。
一号过去了，然后二号，我先接到这里再说，前面不都是退的吗？ OK， 接到了这个四号。 OK， 再往前面走一步，绕一下，我后面又没有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差一点，应该往这边走。哎呀，不行，不行！怎么让他们先过去呢？我现在就已经一，就等于说一，然后四二三了，就差一个顺序。哎，二以后最后才过去，一三一四三二啊。你啥时候才能走过去？顺序不对。这样了呢？差一块呢？撞车？老是一件事儿啊。
1432。哎呦，太难了。完了，太难了，过不去了，一点线索都没有。不想玩娘。太难了，过不去了。这人谁？嗯，我是你爸爸。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有这个记忆了吗？我帮你回忆一下。我是你爸爸。你只有一个爸爸？你不是不记得了吗？我帮你回忆啊。你怎么现在又在那乱说呢？啊，红警是什么？占便宜不分男女，是的。哎呀，不想玩了，不想玩了，不想玩，这个太无聊了，玩不下去就会觉得无聊。不想玩了，不开提示了，不想玩了。下次玩吧。证明有很多人认识我呀，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说我嘞，为什么要议论嘞，对不对？那个证明喜欢我的人也很多啊。
所以我也该感到高兴呀。你不就通过这样就是来到了直播间吗？没有化妆，但是我嘴巴擦了一点唇膏的，擦了一点那个唇彩，不然的话很没有气色。我开了那个的，开了一点美颜，然后加一点妆，加了一点腮红的，因为不然的话我没有气色。你看我把这个腮红去掉，然后嘴巴的话，我嘴巴如果去掉就是不打东西的话会很惨白的，然后再把它擦掉的话就会更没有气色了，所以我必须要加点东西。无所谓，挺好看是吗？嗯，谢谢。不是同一个人呢，我是他妹。对的，在北京。双胞胎姐妹，忘记化妆，倒不是忘记化妆，是不想化妆，身体不舒服。We are running so far, and we never look back, and we never look like makeup. 对，素颜，素颜，素颜。哦，对对对，是有个我叫 MT 嘛，你们看到那个宣传片没有？那个我觉得拍的还挺好的耶。我叫 MT 那个游戏的那个一个宣传片，就是把我拍的蛮美的，我是说。但是我的演技真的堪忧，演技堪忧。那还不错，我自己看了都尴尬。因为我那里面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类似那种霸道总裁的那种，就是要骂人。然后我看一下，我找一下，我们一起看看吧。在哪儿呢？ You 只有一个宣传片。给你们看这个，耶，好看得见。看得见不？觉得我说实话啊，拍的是不错，只不过我的表情有点做作。我的问题，看出来这些剧情了吗？丝袜烂了一个洞，就说哎，不出门了，随便吧。搞笑养成放置卡牌手游，我叫 MT 归来，轻松。这是我的佛系 day， 睡了一天，再躺十分钟，
关掉闹钟继续睡。好，然后挂机收益玩我叫 MT。MT 归来，然后就是挂机就可以。好，然后刷个牙。还能用吗？捡起来继续用。这个看出来是什么吗？是那个烤糊了的两个鸡蛋。不能吃就可以拿来玩。然后这个是牛奶。牛奶洒了不能喝了，那就可以画个画。哎哎。搞笑养成放置卡牌手游，我叫 MT 归来，轻松又活戏，快乐很容易。快乐很容易。哎，我不是看到那个，他不是有那个叫什么片的吗？什么什么片呢？还有很多小剧情的呀，我记得。但是没有在这儿。都搜不到了，超话。B 站就有 ，B 站搜什么 ？B 站搜什么？哦，搜 MT 归来呀，行，我看看。我搜一下啊。视频哦，职场霸总。只要我们是被这儿呢，搁这儿呢，这个灯特别搞笑，我觉得。天天都能把鱼摸，只要我们是被卡。天天都能把鱼摸，只要。摸鱼？你们这帮废卡只知道摸鱼，还摸美人鱼，现在什么情况了？不知道吗？我叫 MT 归来手游，全员无废卡，养成超轻松。你不觉得就是那个凶是有点那种有点装的那种凶吗？也是下，这个也好搞笑，呵呵，这个也特别搞笑。我真是白养了这么多年。好了好了，别哭了。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没想到他还是不行。别在这说这个。一说我一有钱就给他花，我把什么都给他，没想到他还是这么不中用。好啦，我早就跟你说过，别去玩那些垃圾游戏，一不小心养错卡，资源全白费。根本就收不回来。养错卡牌不要紧，我叫 MT 归来手游，不要紧，换将轻松一点，资源全白。我的霸道女总裁的身份一下没了。下一个新欢。啊，直接点进去。啊，这个特别搞笑。你看这个。你看，靠窗那个不是大明星吗？谁？这是小剧情哈，小剧场。怎么感觉脸看着有点发黄啊？我们去找他要个签名吧。行，走。哇！MT， 好可爱！哇，原来是 MT 回来了，给我签。我的声音为什么会说话这么的幼稚？哇呀！就是，但是我真的就是声音一大，我就会那样的呀，就说话就是那个样子。同名动画正版授权，我叫 MT 归来手游，经典角色全员在线，就是细细的搞笑剧情原汁原味，快来一起玩吧！有没有？有点那种小细嗓，小细嗓的感觉。你说这话。
这是啥？这是另外一个。蘑菇们，最近网上有个热门话题，大家都在问。看我在叫什么？蘑菇们，最近网上有个热。蘑菇们，最近网上有个热门话题，把你们放进去了哟。大家都在问什么是 MT。这跟我关系很大，而且还涉及到13年前的一个秘密哦。先说简单的，我名字的首字母就是 FTM， 倒过来就是 MTF， 这是不是很有缘分呢？从今以后，这就是我的新签名啦。接下来要说的可是私密话题喽。我有个整整喜欢了13年的家伙，他也叫 MT。没错，就是那头渐渐的牛。曾经的他给过我很多很多的快乐，今天他终于带着新游戏归来了，我的青春也回来了，快来和我一起找回当年的快乐吧。我是觉得那个一分多钟的还是这个会最好，对，就拍的我是最好看的，是不？这个把我拍的最好看。特别是那个静静，一个脸。这个就很美，这里我喜欢这里。是不还有这。你看多么的美啊。连憋嘴都那么好看。这是我姐我在欣赏我姐的美呢。欣赏我姐的美。丝袜破了，搞笑脚边放薯片。卡牌手游，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薯片，轻松又活戏，快乐很容易。好了，看到这里，超美的，是的，还行吧。一般美。哎，嗓子有点疼。嗓子有点疼啊，没力气啊。没有力气啊。怎么办呢？我再唱一首歌我就下播了吧，兄弟们，好不好？好不好啊？不唱了，先出门先穿左脚。消愁，唱个消愁。傻美，什么傻美？哎，太高了，早点休息。唱个最后两首，一首吧。唱什么呢？云烟成雨。治疗失眠魔衣，那封手写信留在心里箱底，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若一切都已应验成雨，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若生命如果场电影，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
留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我多想再见你，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街巷初次落叶的纠纷，渐行渐远去的我们。妆的，我之前也有很多次没化妆啊，你可能只是没看到吧。站台汽笛响起，那年是你的声音。哎，唱高的歌不行，我现在就是真的很没力气，就很虚。以后请多素颜，真的吗？你们真的觉得我素颜还行是不？如果这样觉得的话，那我以后就可以直播的时候给你们素颜吧。深夜跳舞没有，我跳不起来，跳不起来。而且我大姨妈可能也要来了吧，大姨妈也要来了。素颜比化妆好看多了，那么夸张？为什么？为什么啊？奇怪啊！我觉得好可爱哈，有一种清新美。行吧，我本来今天不准备看摄像头的，担心你们有情绪，所以是为你们而开。我本来没带隐形眼镜的，但我带了个隐形眼镜，不然的话我眼睛看着更没有那个，就是没有精神，就是那种这样。情歌，唱个情歌。我是会唱小情歌。
你要听梁静茹的情歌吗？我唱到我自己想不唱就不唱吧，但是我可以唱，但是我唱一些就是安静的歌，好吧。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夜陌生沙漏，青春的沙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前唇交缠，重播某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的一首情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轻轻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默默素颜无敌，我认同这个说法。命好幽默，命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失意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长镜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幸福好几年，我们在怀念的演唱会隔绝了吻别，你写给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还好我有一首情歌，轻轻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唱歌轻唱你的情，舍不得短短副歌，心还热着，也该告一段落，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生命宛如轻轻的相拥的河，永远天长地久。哎呀头疼，没唱高音，我头怎么有点疼，下播啦，兄弟们，姐妹们。嗯，啊，祝你生日快乐哟，兄弟。但是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怎么说呢，你这个置顶弹幕有一点不尊重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他说
冯，我生日到了，赐首歌给我吧。但是你说赐一首歌，又感觉好像我赐予你一首歌，感觉你把我抬得很高。但是你前面直接来个冯，我生日到了，这种感觉又感觉你有点居高临下。你叫我冯，连小字都没有，好歹有个小冯，是吧？或者直叫我大名吧，冯提莫。他叫我冯，就跟我叫你。你比如说姓，你姓什么？你姓王，王，或者是你姓刘，刘。好冷漠啊，好冷漠，好冷漠呀。冯赐我一首歌，你又在对有点先抑后扬那样的，赐你一首吧，行啊，准赞啊，赐你一首生日快乐 What you want for me， 你到底想干什么？ Hey slow it down， What do you want for me， What do you want for me， YeahI'm afraid.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There might have been the time when I would give myself away. Oh, once upon a time I didn't give a damn. But now here we ar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你们可以叫我亚楠。Just don't give up, I'm working it out. Please don't give in, I'll let you down. It messed me up, need a second to breathe. Just keep coming around. Hey,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Yeah.I'm Yanan. Baby, you're beautiful. Nothing wrong with you. It's me. I'm Tianan. But thinking for loving me, can do it perfectly. Yeah, there might be the time when I will let you slip away. I wouldn't even try. I couldn't think of my life.Just don't give up, I'm rocking it out. Please don't give in, I'ma let you down. It's messed me up, need a second to breathe. Just keep coming around. Hey,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我这怎么唱我的胸口疼啊？这一阵痛，我不敢用力了。哎呦，像抽筋儿。Just don't give up, I'm rocking it out.Don't give in, I'ma let you down. It's messed me up, need a second to breathe. Just keep coming around. Hey,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不是，他是不是唱高音？我就这样。不是啊，为什么我看上去没力气，就是精神不大好，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兴奋哈，因为就是有点身体确实有点不舒服，就感觉提不起来气儿，就是浑身软绵绵的，对啥都有点无欲无求了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不要怪我。사랑하게돼버린걸
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想，有的时候不想直播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就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因为我也有很多烦心事情，但是我又还是会就是为了就想跟你们见个面或者跟你们聊聊天，这样会让我心情会好一点，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开播。眼泪是咸的，但是也没有那么咸，就有点微咸，可能我今天喝的水 喝多了吧。对呀，人都是会有自己情绪的时候吧，也可能是我身体不舒服导致的。手捧星光，哎呦，这样流泪了，然后就是这样摸一摸这个眼影，哦，不是这个眼睛，感觉就是红红的，感觉像眼影。表明多愁善感，我还真的蛮经常流泪的耶，我可能有时候说着说着话我就流泪了，但是就是有时候唱一首歌或者是说到个什么话一下触到我的那个泪点了，我就很容易就流泪了。多出去走走，我也觉得我应该就是多出去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啊那些的。对，流泪可能也是一种发泄方式吧。对，我代入感是很强的。不过非常谢谢你们陪我，就是有的时候我经常迟到啊，然后呢经常可能就是哎没有少唱歌唱少了玩游戏啊，虽然你们都是说呢，其实肯定我可以做到更好的，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到，但是你们还包容我，你们还会一直看我，至少就是还留下来看我的这些人，我真的就是觉得你们很好。谢谢你们的包容与理解。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就是时间长了就是一种习惯了，就是说不用多刻意我要怎么就是说哄你们开心或者是怎么样哈，一个直给你们直播就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们不会为了一个这种效果而非要看我怎么怎么样了，而是只要有我在就好，我就觉得那真的就可能就是习惯吧。其实也是这样的，如果说看一个东西哈，就比如说我开着一个电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种感觉，我开着个电视剧或者开着个电视，我有的时候就在家里就开着，我也并没有真正的在看它，但我就听着它的声音，
我就想比如说就想看那个电视剧，我就要放那个画面，就偶尔看一眼，但是呢我就知道它一直在播放着，我一直会，我想看的时候就能看到，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一旦把它关掉了，我就觉得空落落的。一个后台音乐罢了，你说我啊，谢庆庭飞舞。我寂寞了，我不寂寞，我一点都不寂寞。没有啊，我这两天身体不是不好吗，我姑姑还上来照顾我了。对，我姑姑来了，她来帮我调身体，给我做饭吃了，就是你们见过的那个姑姑呀。我一点都不寂寞呀。对，我可以天天吃那个姑姑做的饭啦，嘿嘿。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天也就只吃一顿，有的时候就吃不下去，就是我吃两口一下子就不舒服了。他姑姑说是想当我的营养师啊，就是因为就是觉得我的身体太不好了。因为之前我回老家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就吃两口就噎住了，然后很难受。那就应该是我就长期这种饮食习惯啊这些很不好，就帮我调理调理啊。我很想使劲吃，开电视就是没有安全感。对啊，我就是没有安全感啊。嗯，习惯慢慢的改吧。好呀，那怎么不吃呢？不是不吃，我是吃一下就吃不下去了，就不舒服了，就反酸，胃反酸反流。我现在这个胃反酸，我现在争取想不吃药，但是我不吃药，我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知道吗？就你哪怕吃了一点带酸的东西啊，或者是它分泌就是让胃酸分泌过多的一点东西啊，像淀粉啊这种，它都会很容易反酸，然后胃好不舒服，然后会灼伤灼烧我的这一块，我感觉像灼烧心脏，还有就是这个食道还有这个喉咙都会有影响。谢谢 Timo 最美，做一口爱善良见着。噔噔噔噔噔，嗯，哎呀，我这胃不是都看过很多次了，哎，又要去看医生啊，可能再去看看吧，那就看吧。餐前喝一点运动饮料。我没有节食呀，我现在并没有减肥啊，我一直就想就是能吃的时候，我饿的时候马上就吃。谢谢一二一九改名中奖品的舰长哦，谢谢你们的舰长。我靠，淡妆漂亮的一塌糊涂。哎，等一下，什么淡妆？我没化妆呢，你在这乱说呀！我一下还没反应过来，解释一下啊，没化妆啊，没化妆，就戴了个隐形镜啊，没化妆啊。就上了个科技眉毛的，这个科技眉毛上了的啊，因为不然我眉毛是无眉大侠，无眉大侠有点太夸张了，就是会很看着很吓人，所以眉毛是我必须得搞了一个科技。你看，这是我真正没有化妆，这样你们就相信我没化妆。其实是有眉毛的，主要是因为这个电脑的屏幕的光哈，加上我开了一盏灯。然后这个顶灯这样一照，就叫的我就是好像没有眉毛一样，没有眉毛一样。
这样一下会苍老很多，因为就是眉毛还是很提那个精气神的，是吧？科技小眉毛，对。啊，我眼睛进东西了，隐形镜进东西了，把隐形镜取了吧。我最后下播前把隐形镜取了，给你们看一下，看一下我没戴隐形镜的样子。看着是不是瞳孔小了很多啊？是不是瞳孔一下小了？这叫没区别吗？瞳孔明明小了很多哎。这区别很大，早知道我把两个留一个给你们对比一下。就是黑瞳仁，黑这个黑色的黑眼球，你不觉得就是小了很多，看着会凶吗？看着很凶，然后会没神儿。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看你，是不是看着就没神？我必须要这样睁大，睁大，而且他还看着凶。但是我那个戴个隐形镜睁大，你们就觉得是正常，很凶哈。我一睁大就会更凶了，因为我的这个黑色的瞳孔就没有，黑色的这个黑眼球没有那么大。对，看着像在瞪眼，你不觉得很吓人吗？所以就不能瞪那么大眼。你吃喵酱的蘑菇，早一天不戴，哎，不行啊！那肯定就有很多人说，哎，怎么这样子变这样了？怎么一点不像啊？怎么就会更多人说这种东西？像个男人呢、啊！天哪，我怎么会像男人啊？哎呀！滤镜关了，好吧，这就是关了。看吧，现在就整体画面变暗了呀。看吧，快看吧，是不是就很真实？关键我没有怎么打光，我就是电脑的屏幕的这个光，再近一点，脸上的细节就会能看得见哦。你看，就像这些红色的点点。鼻毛是吧，然后就是这些，然后还有这个青筋，还有的青筋暴起。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红血丝太严重了，因为我的皮肤很薄很薄，就是像脸上有很多这种筋啊红血丝啊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还会一看着叫像我皮肤上有脏东西，但其实是我皮肤薄。皮肤关了。
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我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主要这样的话画面整体画面暗了你知道吗，我就变黑，不是说我变黑了，是整个画面变黑了，你们这样看着干啥呢，是不给你们看近的，这最近了，是不是很真实的样子？对啊，所以我就说我是试睡员呢，我把这些就算就是给你就关了啊什么的也是还好吧，是吧？我把这个眉毛关了吧，没关就是这样了，看吧，这样就没有科技美了，你看没有那个滤镜和美颜还有美妆，不然的话它会显示在手上的。为什么这样不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个挡住了，我这个专门把这个头顶凸的一块挡住了，这样有点太真实了，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哎，眉毛快弄回来。好了好了，我要把这个开开了啊，抹点皮，你看吧，本来皮肤是这个样子的啊、哦，就抹一下它就会好一点。但是我本身我皮肤就是好，我皮肤上又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就什么多多的痘痘啊什么的，所以我就算这个开了，只是把光增亮了，弄就是整体色调变得不一样了，变柔了，并不是说我的样子会变化，你知道吗？刚刚好看点了。没有了，跟刚刚你们就是只是觉得就是突然那么一下子，那我把这个滤镜加低一点嘛，那样你们会觉得很黑，这样嘛就是很自然的呀。嗯，我磨皮我又没有磨很皮，你搞不搞笑啊啊！磨皮之后是把那个红血丝肤色给均匀一下，抵触磨皮，你非要把我就是那些毛孔啊什么的看得清清楚楚，非要看到那种你就觉得就是哎，你就很真实吗？我觉得就是该遮的东西你就把它遮一点点，不影响真实和美观的情况下，有的人就刻意的很，那刻不刻意啊，是吧？真的是打粉底像磨皮，是啊，那有的时候我如果不打粉底，我不想化妆，其实我就开着磨皮就行了，是不？那不是也挺好的吗？那我省去了一些化妆的钱和一个化妆的时间。想看痘，我没有痘痘啊，我不长痘，我已经很久我偶尔还是长，偶尔长，我看看今天。我这脸上真不长，我有的时候就是一些那种看这种小红点，我也不知道这种红点是怎么，就是有的时候经常化妆啊，可能有点过敏，就出来一个，过几天就没了。没有痘痘我怎么挤嘛？我有痘痘了，我直播挤痘痘，好吧？好吧，我专门来恶心你们，让你们感受那种感觉。戴眼镜看看，这有个这种腮红眼镜，它戴上去有点腮红。但是好反光啊，还有个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小圆的，
这个我觉得可爱一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可爱一点？这是个美妆直播间，那早知道我就直播给你们化妆了，从素颜到化妆。那个方框也不错。摆这个 pose。 好吧，那今天就这个这里。我要休息了，我居然拖了半小时，居然拖堂拖了半小时。就这样直播不化妆挺好的。好的呢，晚安哟，早点休息哦，我们周五见哦。周五不见不散。他说我像书呆子。书呆子的意思是说念书念傻了的意思吗？书呆子这个人，他这个称呼太侮辱人了。别人念书就是念得很进去，念得很那个，就是很钻研，很执迷于读书，对吧？你居然给他起这种绰号，这种绰号就不应该存在。啊，在夸我呀。行，你又是在故意吸引我注意啊。哦，好吧。哦，这只是你引起我注意的一个方法。等等要洗头吗？洗呀，都三四天没洗头了，再怎么得洗一下吧，是吧？发际也觉得很赞。哎，其实我这样看，我的发际线还也没有往后移嘛，对不？你看在这儿呢。如果真的往后移，这样撩起来，那这一块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这个也还好，没有那种秃头危机感啊、嗯。所以我这个还好哈。我的发际线，你看，就是这一块也还可以的。三十天没有洗头了，对，一个月。再看吧，再看吧，洗不洗再说吧，再说吧。我这个人顺其自然，随缘。看我直播会上瘾，真的假的？看我直播有啥上瘾的？我又不会整活儿，对吧？唱歌有的时候就是也是随缘唱，玩游戏玩的那么菜。脾气还暴躁，不行，我再说我要那个自闭了，再说我要哭了。像一张卡片，灯光像繁星灿烂整条街。上瘾倒不至于，就是想陪着我。明明我也不是在回答你，也是有个人说的，我看到一个弹幕的小朋友说的，看我直播会上瘾，我在回复他。你非要去辩驳，你非要去反驳别人干嘛呢？那别人就是看我直播上瘾，不行啊。你非要去说没有，不是那个意思，你又不能代表别人，真的是，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这个想法，那能怎么办呢？是不？就是嘛，铁男，我家狗都认识你，为什么呢？你怎么这么说？
你家狗狗它是做出了什么行为让你觉得它认识我？是看到我的直播的屏幕，看到我直播的那个画面的时候，然后一直舔屏吗？或者一直摇尾巴吗？一直转圈圈吗？那就证明它很喜欢我。因为狗狗高兴的时候就是疯狂的舔，然后疯狂的转圈，然后那样，然后吐舌头哈气，摇尾巴那种，舔屏幕。因为笑了，你咋觉得这不是好话呢？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在宽慰。离你太远，有太多的幻觉。下播啦，不跟你们聊了，不跟你们说了，我来准备十二点下播的呀。拜拜，周五见喽，拜拜。二瓶一瓶都来了一个飞吻哟，拜拜，晚安，好的，我会注意身体的，拜拜，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哦，注意睡觉哦，好好睡觉，拜拜，好好吃饭。